练这游戏，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功夫力量，来击败敌人，获得他们的技能跟武器，然后成为天下无敌的功夫之王。我们开始吧。这里的话，第一个是个仙鹤，然后猴子、老虎，然后是一个黑虎，再加上这个熊猫大师啊，这些不都是功夫熊猫里面的角色吗？我们直接挑战最强的这个熊猫大师来吧，开始战斗，用我的功夫技能，三二一，顶击！哎呦，完了，哈哈哈哈，我熊猫大师一个旋转踢，我败了啊！没事没事，我们只要点击屏幕就可以增加我的拳法跟我的腿法力量。来来来，现在我们的拳法力量呢已经69了，70了。我们还可以用旁边的木桩训练场来训练我的力量，来点点点点点，这样我的力量的话训练就会更快。然后还可以训练我的生命值，一个打坐，打坐一秒钟的话给我们加2点生命值。血液多的话，其他人跟我战斗的话就轻易打败不了我了。来，现在我们的力量的话已经99了，来100了，来试一下这个仙鹤呢，最垃圾的仙鹤，来可不可以打败啊？三二一。来拳击，给我踢踢！哇，没问题，成功击败。我们还躲避了一次，躲避是他攻击啊。哎，我们击败他的话，获得了一把新的武器，这是什么？一把桃子树山的宝剑，挺好看的。哎，还有道光啊，蓝色道光。现在我们 PK 的话，给我们加2点的力量，然后还有获得了一个新的技能，这是一个什么？我们看一下呢，装备绽放技能。让我们击败一下这个猴子吧，看能不能击败啊？来，猴子来吧，开战斗，我们用这个技能绽放。哇哇，这什么桃树吗？哇，好帅啊。哇，还是被他击败了，我用了绽放技能啊。这游戏挺好玩的耶，击败每个选手还会获得新的武器跟技能。哎，不愧是功夫大师。来吧来吧来吧，哎，我跑步的时候怎么这么搞笑啊。我们看一下右边呢，右边好多免费的东西。第一个免费的捆绑，哎，以往15分钟可以获得一个传奇宠物跟三个药水，双倍身体、双倍训练跟超级好运，来免费领取一个。哦，20倍的红色小蝙蝠恶魔，哎，我们看见宠物了。哎，我这怎么还有一个啊？一个蓝色的小猫，给我们加2.5倍的力量，来20倍，红色小恶魔装备。现在我们看到呢，给我加47的肌肉力量啊，挺强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小老虎，哎，小老虎的话要用了30分钟，现在我们还差5分钟就快得到了。好了，现在我的力量也已经10000了耶，哎，就让我汤明波大师来教你们如何战胜对手吧，来来来。我在用这个打坐的时候，这把武器一直旋转到我周围的耶。周围的话还是这个桃花的特效，哎，挺好看的。来吧，战胜这只小猴子，开始战斗。来，三二一，先用一个绽放桃花技能，来吧，给我死掉！哇，直接给他秒掉了！哇，好帅啊！获得一把新的武器，一把大宝剑。我们看一下呢，武器装备，这个呢是一个绿色品质的。这把刀的话比刚才要高级了一点。来看一下呢，现在砍一下刀，给我们加71的肌肉力量，还是挺不错的。打这个猴子的话好像没有新的技能，那么再进攻这个老虎吧，来进攻这个小老虎，三二一，来先用一个绽放技能给我死掉，一个桃花树绽放，哇，给我死，没问题，又击败了，哈哈，手下败将。哇，我看一下呢，又有新的武器，这是一把紫色的，哦，这把紫色剑也挺好看的呀。哦，然后还有新的技能，一个老虎的技能，哎，不是，哎，它是会让我的绽放技能提升150%，哎，我们升下级吧，来来，现在我们的桃花绽放技能的话，伤害也就更高了。现在我们136个生长可以开新的宠物，这里有一个生长、25个生长跟625个生长，我们开这个吧，25个生长的，来就开一个，来三二一，给我开！哦，一只稀有的小猪，哎，2.6倍的力量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呢，装备一下宠物，然后装备最佳。现在我们看一下呢，给我们加105的肌肉力量，挺猛的。来吧来吧，继续攻击，继续攻击。现在我们2万3的肌肉力量，下个黑虎的话需要我100000的肌肉力量才能战胜啊！啊，现在我们还差太远了。哦，右边小老虎可以打开嘞，我用完30分钟，来吧，免费领取一个，一只50倍力量的小老虎，装备最佳。哦，挺好看的，这只小老虎，神话级别的，哇！在这里的，做的一个阿弥陀佛的手势，再顺便打下坐，增加我的血量啊，可以休息一下了。哎呀，砍砍砍，我要疯狂砍！现在我们力量已经34万了，来吧，挑战这个黑火极端的大肺，来开始战斗，老规矩，莲花绽放技能，桃树生长起来吧，又直接给它秒掉了。哎，会把绿色的毒液宝剑吗？这是，这把剑看着好帅啊，我们看一下呢。在这里的，现在我们看一下呢，给我们加多少？给我们加368呀，哦，挺帅的。然后技能呢？技能还是没有新的，但是可以让我这个莲花升级。来吧，再升级。黑虎我们击败了，我们再试一下吧。红色熊猫大师，来吧，熊猫师傅，能不能击败你？老规矩，桃花绽放。哈哈，我技能都放不出来，就直接被秒掉了。给我个机会行不行啊？我们再试一下呢。
来点快点，点快点，点快点，三，快点点点点技能！哇，还是来不及，他太猛了！哇，他需要一百万的，你知道你俩？我在这里训练了好久啊，都才35万，但没事儿。右上角的话有一个礼物，我们在线2个小时的话就可以获得这个9999999倍的宠物哎，还剩54分钟，来吧，这54分钟我们继续锻炼吧，来加油加油加油！啊，天哪，我手都软了。哎，右边怎么又有一个活动啊？怎么这么东西啊？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来吧，领取一个小熊猫哎，功夫熊猫蛋，一个竹子蛋，开啊，好可爱啊！3只小兔子哎，哇，功夫熊猫电影里面的角色吧。来装备一下，装备最佳也是个我们加20倍的力量哦。他的话在这里的，哎，我走路的话还一直在跳哎，哎，真的挺可爱的。他们3只小兔子，现在我们点一下的话，给我加1000的力量，这么猛啊！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来再来挑战一下这个红色熊猫大师了。来吧，我就不信了，我现在血量这么高，21万的血量，先用一个绽放扛一脚，绽放桃花树盛开吧，再点来攻击一拳。哇，没问题，终于击败了，哈哈，你是肯定赢不过我的。然后击败他的话，又获得了一个新的武器，一把红色的火龙宝剑嘛。哦，然后的话又可以升级了，现在我的桃花战斧剑的话已经15级了，伤害挺高的，哈哈。好了，这个地图所有敌人我们全部已经击败了，我们前往下个世界吧。下个世界的话，前往镇的舰队，什么意思啊？正当镇释放出新的威胁时，四手和5个人一起踏上新的功夫之旅了。第二个地图呢，我们来到一个妖怪世界。哦，这里的话，狼、大猩猩、鳄鱼，还有公牛，最终 BOSS 的话就是这个，这什么啊？这孔雀吗？红色邪恶孔雀啊！它的身上的爪子好像是金刚狼一样的呀，看着挺强的。来，我们先来击败一下这个吧，初学者狼。一个小狼的话应该可以轻松击败的。来，开始战斗，点，先点击呀，一个莲花绽放，没问题，再来扛一下，没问题，再到一个技能，再加一个平 A 就直接消灭掉了，没问题。哎，我们又获得一个新的武器，一把长枪吗？哇、哦，一把长枪哎，我这个姿势现在好帅啊。哇、哦，挺帅的挺帅的挺帅的，攻击范围挺大的。然后击败这只狼的话又获得一个新的技能，它的话是什么呢？看一下呢，装备一个强力攻击，来升级一下，用我的圣长升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击败一下这个大猩猩嘛，中等级别的一个蓝色的大猩猩。来开战斗，先用一个强力攻击，强力攻击，哇，一个枪的直冲位，哇，一个火焰枪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，失败了，还是打不赢这个大猩猩啊！现在我们总力量是250万的大本营啊！啊哈哈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宠物蛋呢？这个宠物蛋的话。9000，然后84000，还有一个75万的，现在我们已经248万的生产了，所以说开这个最强宠物蛋嘛，来看一个，能开到什么宠物蛋？一个紫色猫耳朵的，开，哎，没看清楚啊，这什么？一个绿色的，不管了，我们再开一个，来来来，第二个能开到什么呢？321，给我开，啊，又是一只稀有的，然后右上角我们这个最强顶级宠物999倍的这只小猫猫哎，来领取一下，然后我们打开我们宠物装备最佳，啊，刚才999倍去哪儿了呀？没有啊。难道是这个8.3倍啊？啊，这么垃圾啊！哈哈哈哈，我吃我砍哇、啊！这游戏好累啊，干了我好久啊！总力量已经2800万了，我们试一下这个大猩猩呢。这个蓝色猩猩肯定是我的首要败将，来吧，一个直捣黄龙，给我死！然后普通攻击没问题，直接击败。我得把新的长枪武器，哦，好帅啊！看着，看一下呢，新的武器在这里的。哦，一把银龙枪吗？这是，对吧？挺帅的。现在砍一下的话，我们加2229的力量。来来，我们再来试一下。下一个的话是这个鳄鱼，这鳄鱼我记得是反派吧？来开战斗，还是老规矩，直捣黄龙，来吧，给我死一个天降正义没问题，再点，点，给我死，再一个最后一个普攻，没问题，成功击败，哈哈，挺帅的。又解锁个新的武器，新的武器又、哦、是一把银龙枪哎。哦，一把火红的枪，挺帅的呀。然后下一个呢是一个公牛，极端级别的，我们再试一下呢，他的话能不能扛住啊？先来一个强烈攻击，来吧，直捣黄龙，天降正义，再点呀、啊！啊，完了，他一个平 A 直接打我一半的血啊，输掉了。这游戏里面的反派太厉害了吧？现在最后我们只剩这个公牛跟这个火红孔雀没有击败掉了，心如止水方能战胜对手。呵呵，小伙伴们，现在我们一眨眼，我们力量已经 1.67 个亿了，我们血量也已经 1.89 个亿了。来吧，我们总力量 3.56 个亿的力量，能不能击败这个公牛？来试一下，来开战斗，
老规矩，直捣黄龙，天降正义，来吧，强力攻击没问题。最后一下成功击败。啊，又获得一个公牛的新武器，他的话是一把长戟。我们看一下呢，武器里面，然后装备，哇，一把紫色瓶子的，一把绿色的，先看一下呢，我们加3400的力量嘞。然后做一个这个世界的最终 boss， 一个火红孔雀，来吧，火红孔雀金刚狼，老规矩，强力攻击，尖叫正义，给我死啊！快点点点平 A， 给我死，扛住啊，我的血量。还有一个技能，来走一下啊！我们差一点点就可以把他击败了啊！啊！我讨厌 boy 功夫之王，我不信了，来吧，做一次战斗，来开始战斗，强力攻击，飞龙在天，给我死，快点击点击点击，扛住扛住，最后一下，啊，没问题，终于击败了，哇，哈哈哈哈，我终于成为了功夫之王啊！我们解锁了最后一把新的武器，一把火红宝枪，哎，这有点像哪吒的火焰枪，哎，哼，看着挺帅的呀。那好，小伙伴们，今天这游戏我们就玩这里吧。看来我们已经击败了所有选手，成为了世界上最强的功夫之王。喜欢小伙伴们，别忘了点点赞，关注关注我的频道。